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工作机会，为着要呼应身心障碍者公约的合理调整精神，市府劳工局将伫八月23号举办身障者就业论坛，现时已经开放报名到8月19号，欢迎各事业单位甲社会大众踊跃报名，做伙了解身心障碍者的需求。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是国际重要人权公约之一，其中的重要精神是合理调整。但是政府劳工局为着要让社会大众以及雇主了解运用方式，将伫8月23号伫关仔岭劳工育乐中心举办身障者就业论坛，邀请专家、雇主等人士来分享经验。我们现场呢也特别邀请到一些在对于在合理调整的一个专家，以及实务的工作者以及雇主来现场分享合理调整的一个运用的方式，如何透过实际上的一些案例，那也让透过这个实务工作者的一个分享，让雇主以及社会大众能够了解身心障碍者的一个障碍以及他的需求。呼应合理调整的精神，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工作机会，基础劳工局举办论坛，也是借此鼓励企业聘用身心障碍者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那如何透过合理调整的方式，让协助雇主可以在不必过度负担的一个情形下，透过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，不管是工作的形式，或者是工作内容，那等等这些，来促进他在职场上面的有一个平等的一个工作的环境。这个论坛已经开放报名，报名时间到8月19号。活动当天有安排交通车，劳工局欢迎各需要单位甲社会大众多多参与，了解身心障碍者真正的需求。记者沈美琪政府采访报道。